好啦，我哋继续学习一个闹钟嘅设定系点样设法啊？嗱，咁我哋开启咗手机之后咧，点程式键，咁啊进入去揾程式，就揾一个钟嗱，揾个时钟。佢本身咧，每一台手机咧，你买翻嚟嗰阵咧，佢都会有下载咗落去噶啦。啊，咁你想唔要都唔得嘅。嗱，我哋揾到时钟，点佢。啊！即刻開解咗佢。嗱，開解咗佢咧，我就望下上邊，望下上邊呢度一粒咧，嗱有四個項目嘅。呢四個項目咧，即係表示咧呢一個時鐘個軟件咧，佢係有呢四個功能。嗱，呢個加號咧係表示咧你準備喺某一個功能個項目嗰度裏邊咧，點樣去加入你一啲嘅內容落去咁嘅意思。嗱，而家咧，你見到咧呢一條線咧喺個鬧鐘嗰度嘅，咁啊即係話喺鬧鐘呢一個功能裏邊咧，我哋咧就要加嘢落去。咁啊加咩落去啊？咁啊當然梗係要定時間啦。嗱，咁我哋就點點嘅加好。嗱，好啦，依家一眼睇到咧一個數目字咧，就係早上六點。嗱，我唔知道你哋嗰啲有啲係叫上行啊。嗱，我呢個係24小時制嘅。咁你總之你記住你自己部手機啦。每個人都是以你自己那部手機所顯示出來的為標準啊。那現在顯示下面這裡呢一粒有一粒呢，這一粒呢就是說一個星期七日每一日呢它都顯示到出來，是給我們選哪一日去定時間。再下來每週重複那裡，我取消翻佢先，系点样咧？系俾我哋去话，如果你拣咗某一日，例如我搞星期一，如果我冇剔每周重复咧，就即系话下星期一就呢个时间响闹钟咁解。如果我点埋个四，就即系话喺下个星期一。同下個星期四，嗱係下個星期嘅啫，唔係話無限嘅星期嘅嚇。你記住啊，你一路你設住咧，佢都係咁嘅嚇。嗱，咁我去整。咁如果你係想每一個星期都需要嘅點咧，咁你就有每週重複度點嘅咯，剔咗佢咯嗱。咁啊，即係話每一個星期嘅星期一、星期四都要咁。如果有啲話要翻工嘅，日日都要咁啊，點啊？咁啊，二三四五六咯，禮拜就唔使啦，係咪啊？嗱，就咁樣設。嗱，下邊嗰度呢啲咧，我哋就唔好講佢住啊。嗱，先講咗呢啲先。好啦，咁啊定咗日期啦，跟住啊定時間。定時間而家呢個顯示咧係早上六點嘅。如果你要改咧，嗱呢個零六呢個係時間，零零嗰個就分鐘。嗱，咁你改嘅時間咧就向上，就即係向大嗰度啊，七百九十五解。向下呢個三角形咧，就表示五四三二一咁解。嗱，呢個一樣咁道理啦。咁啊，假使間我哋五點半咁啊，點啊？咁啊減啊嘛，嗱咪點呢度咯。咁啊五點咯，五點半咁啊點啊？其實半喺陣中間就向上向下得噶啦。咁我哋理論上咧就向上啦。啊嗱，咁啊撳住佢啦，一路咁跳啦，一路跳啊，跳跳跳跳。好啊，廿八、廿九、三十。嗱，咁啊即係話我而家。是定了每星期的星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这六日里面早上五点半都响闹钟这解。好了啦，确实啦，那点完成啊？现在不是开定了啊，定了啫嘛，咁啊刚才见到好似好多嘢咁喎，系嘛？咁我哋自己去望下佢先吓啦。拱佢上去，嗱呢度咧其實咧就係鬧鐘響音樂嘅形方款式啫，咁作先係定時間定日期啫。而家我哋搞花款，嗱第一個音效你係用啲乜嘢嘅方式咧？而家我啊揀咗淨係響音樂嘅啫。第二個就冇聲，就一味震。第三個又有聲又震，咁你決定咗用邊個之後咧，你就。就確定咗佢咁啊，退翻出嚟嗱，咁啊得啦，咁啊確定咗啦，咁啊跟住呢個咧，
闹钟铃声，闹钟铃声咧，嗱呢个咧，而家点嘅睇睇，佢而家俾我用紧嘅叫做 morning flower alarm 咧，即系话早上花朵嘅响音喎，吓，咁你睇中唔中意啊？唔中意你咪去拣啦，咁样啊，去拣啦，去拣啦，唉，自己去拣啦，好多嘅。你聽聽聽啱嗰只你先啊，確定啦，啊嗱，咁如果佢話你，如果你覺得咧唔係喎，我想用我自己嗰啲唱歌啊，或者咩聲啊嗰啲嚟到做鈴聲啊點啊？嗱，你又點新增？嗱，新增，嗱咁就會將你手機裏邊嘅音樂咧，佢顯示曬出嚟啦。啊嗱，咁我家下中意用柴房自弹，咁我点柴房自弹啊？确实咗啦，咁咪完成啦。咁啊，咪显示到啊，闹钟嘅铃声就柴房自弹啦。嗱，呢个喇叭呢个位又拉到佢最大啦。咁啊，咁啊睇到啊。到下面呢個位置提醒呢，佢就叫你輸入位置，輸入位置呢你就唔好搞啦，啊呢啲唔好理佢啦，啊嗱呢啲啊，即係冇未有需要去整一啲嘢啊。我哋而家就睇貪睡呢度啦，嗱貪睡，貪睡其實嘅意思就話喺幾多分鐘內，嗱相隔嘛，啊間隔嘛，幾多分鐘內響幾多次咁解。嗱，昨先系定音乐，而家定次数。嗱，而家呢度定咗出嚟咧，就叫每隔五分钟，啊，即系每五分钟佢就响三次，就咁解。咁你自己觉得嫌佢嘈嘅，咁你咪教长啲咯；嫌得佢唔够嘈嘅，咁你咪教密啲咯，系嘛？嗱，咁你确实咗之后咧，咁就完成啦。嗱，我哋又向上睇，有一个智慧型闹钟喎。嗱，我开噶嚟睇下。嗱，佢话智慧型闹钟咧，开始嗰阵咧就低低地声，一路一路咁就去大声，去到啱啱好唱到咧你个闹钟个时间响咧，佢就停啦，就到你个闹钟响啦，即系咁解，即系预早响俾你听。啊，谂呢个确定，咁啊而家除得你拣唔拣啦，我而家拣咗幽景之泉，咁啊幽景之泉咯，究竟系咩嘢咧？吓，即系咁声咯，我听到啊。湖边鸟鸣啊！咁啊，除低你拣啦吓，你睇有冇啦吓？你有啊有，如果你有个手机冇啊冇啦吓。架手机唔同啊，因为呢啲系手机自带嘅嘢噶。啊，你手机高级嘅功能多，手机低级嘅功能少啊。你记住呢样嘢。好，咁啊完成，嗱设定完成咗。你最紧要咧就边日。星期里面哪一日哪个钟数响，这个最重要的，这些这样花款东西就可有可无的而已、啊、再来呢就决定就完成了、啊、这里就讲了由现在开始、啊、因为我是教星期一嘛，几耐有时间、啊、总的来说呢、就是、现在就是定了、啊、早上五点半、啊、是闹钟一二三四五六每日都响嘅，啊，好啦，嗱，咁我哋睇第二个世界时间，世界时间咧呢度话冇咩嘢嘅，啊，嗱，俾你咧就话想知道，边一个地方而家系几多点，即系咁解，嗱，咁啊去边度揾啊？加好啦，凡有个加好都系叫你揾嘢咁解啊，记住啊，嗱，加好。嗱，佢哋先揾香港，嗱，向底下揾，佢按笔画排列嘅。啊，有啲啊按拼音嘅，啊向底下揾啦，慢慢揾下啦，啊，唉，都唔知喺邊度。都唔知係以拼音，應該以拼音啦，啲字啦有多有少啦。啊！啊！煎嗱煎嘅，
G A B C D F G H H 啊 ，G 啊到 H 啦，啊快啦，而家啊嗱，香港中瓜嗱，咁啊点中瓜啦，冇揾到呢、這个啊，咁啊而家系4:13，咁我而家想相当于如果你系加拿大有朋友嘅咁，咁啊究竟加拿大家几多点钟咧？咁我哋又揾下啦，又再点个加好啦喎，嗱咁你又揾啊嗱加拿大揾边度？温哥华。温咁啊，以温字温字头啊，温温啊，应该系W 噶啦，去到尾噶啦，温嗱啊嗱，温哥华加拿大啊，谂啊点点佢嗱呢个咧，温哥华而家咧系一早上嘅1:14，嗱就系咁样用嘅啊，嗱咁呢个世界时间，隔篱嗰个啊就马呢个啦吓嗱呢个马标嗱呢个其实咧就计时器。各走各位，预备跑，咁啊揿个钟，咁啊开始睇啊，睇睇你跑百米啊，跑到几多秒出嚟啊，咁就用呢、這个，啊，明白吗？就系用呢、這个，嗱、啊，咁啊开始啊啦，咁啊咪睇啊，啊睇到啊嘛，啊啊嗱呢、啊這个第一个啊时，啊分秒，啊一路睇，咁啊再隔篱嗰个咧就调翻转头喎，嗱、啊、呢、這个就向前行啦，隔篱嗰个咧就调翻转头喎，啊。啊嗱，20, 19, 18, 17, 16, 15, 14, 13, 12, 11，就咁嘅嚇。咁、啊、你而家見到好多啦。啊，啲我哋而家國家嗰度嗰啲火箭發射啊，都係到時計噶嘛。啊，由十開始噶嘛，1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, 0發射，咁梗係咁噶嘛。嗱，咁就咁用啦。嚇、啊，嗱，咁依家咧就大概同大家講咗。嗰、那個時間點樣設定啦嚇？